现在就不让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先表现的够了。不怕你下次就是找个机会去成功大学念书。哦。来来，我帮你 ，Ganser。不行。那这边我现在要做酱汁，我就是用那个樱桃罐头，对，打一下。我觉得我要开始振作了。三千万，好，没办法，接下来就不让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先表现的够了。不然你下次就是找个机会去成功大学念书。来来，我帮你 ，Ganser。不行。杜丽，你要小心啊！身上的材质，皮肤已经是那个马桶的材质。它那个剑其实伤不了我，就插进去它自己会剥落，它会滑落。加咖啡酒，咖啡酒，咖啡好的，嗯，然后加一些咖啡进来，啊，做成这个酱汁。对面有试吃哦，来试吃哦，那我这个就下去炸，来，烤好了，这边是烤好的，就待会就吃肉串是吧？是，来吧，各位，请出题。好的。越来越多人选择吃素哦，那有这个有益健康而且环保呢，爱地球。但近期呢，有名网友分享自己的素食室友做了什么奇葩的行为，让他超崩溃的。A， 一吃肉室友就播放佛经。B， 每样荤食上呢都被贴符咒。来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又引来。答案 A， 五，佛经一旦一放，我从看到这个肉，看到这一盘肉，到吃，到咀嚼，到消化，音乐一直关飞，我关飞，他也唱，怎么？我们不能否认音乐对一个人的情绪的影响，音乐一直听，很崩溃，不舒服。来，你一定是 B， 说清楚来。对，很简单啊，你看，它每个东西都贴上一个东西，它不只是肉啊，它是可能每一个东西都这样子贴上去，包含他自己的菜，让他不爽，不是吗？他是有一定会生气，对，会生气，对，好生气。来，左右选民，请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尚荣。你是今天智慧的代表，因为你几乎每一道都吃到了。对，来，你说一下，佛经要做比较容易吧？就 YouTube 打开直接，随时很容易取得。符咒，他光想到要做这件事情，他自己都懒。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是以崩溃这件事情来讲，他是贴食物哎。如果他等下在我的牛排上面贴一道，我会觉得卫生嘛？我怎么知道你符咒上面有没有那个佛经超度的声音？我可以戴耳机啊。哦，戴耳机。答案是正确解答是 A， 不可能吧？一名网友呢，透过这个社群平台在聊及这个室友禁止吃肉的这一件事情。他首先强调自己平常习惯吃荤，但在吃饭时呢，为逼迫这个素食主义的朋友跟他一起吃荤时，就连这个蛋奶五星都不吃的室友，他都选择尊重。没想到该名素食的室友呢，却没有互相包容跟体谅哦，反而在大家吃肉的时候呢，播放佛经，斥责他们的行为是杀生。我的容忍度比较高，佛经我可能还你过去，拿两杯过来，下掉，来给他喝，来 ，Cheers， 那大家就笑不出来了，来吧，到时候啊，魔怪。这是什么部位的肉？贝利，贝利吧，贝利。